玩东西呢，不要看它块头大与小，质量够了就是好东西。给粉丝找了一个料子啊，445克的一个莫西沙，是个包浆皮的，皮壳很有特点，是起包浆的那种，非常非常的细。这种料子一般都是起胶的啊，沙皮一般是起杠的。这个东西呢，这是人工去刷的，还有人工欧的，可以看到肉质漆黑的一胶块，看自然光就能知道它品质很高了。压灯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带一点点底，种水浸于高冰的一个胶块，开完之后是非常非常美的啊。废话不多说，这样讲很多呢，你们也看不懂，实战出真理，开完给你们看，开杠。好，这个莫西沙开完了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好东西不怕自然光的，肉质漆黑的，一胶块非常完整，就一道大裂啊。压灯来看看这个品质，这个荧光，这个杠位，兰花也飘得非常灵动，看到没，它是通的，整个不变种的，很漂亮的啊。所以说玩东西呢，你不要看它块头大与小，质量够了就是好东西啊，垃圾东西你弄一筐它也没啥用啊。好了，非致出品的必定精品，喜欢可以吃，双击加关注。